坏了，兄弟们！阿雄这几天抓了5天的持国没抓到，然后还把自己的号搞得不出传说了。刚刚打了2轮，一个传说没传出来，看来只能消费一波，先把孔庄给他开了啊！看看我准备了1.5个亿，能开几个五孔出来？先去祈福一下，也差不多了。这个区其实早都可以开五孔了啊。然后开了五孔之后，我们再把技能给他点到154，也就是160的技能，然后166慢慢点嘛。希望我这一把开孔加上点技能啊，他让我出传说。抓持国不一样，我看别人的视频，对吧？4个小时能抓10几个宝宝，阿雄搞一晚上2个宝宝都不见，真的不一样啊，抓不了。来，你给我，沉，失败。OK， 5个5孔开好了啊，总共是相当于花了1000万游戏币5个5孔，可以。来，我们再把技能给他点一下，然后点到154，每个号是需要2000万游戏币啊。OK， 然后再把五孔给他弄好，就是160的伤害符了啊。2、3、4，龙护啊。OK， 现在5个号都154了，我再去把符石给他弄一下。看了一下龙父的符石是黄蓝紫红白，黄蓝紫红白，可以给他激活了。要体力吗？还好体力够啊，1个号能激活1个号的体力，够了。直接给他1、2、3、4、5，镶嵌，啪，一大堆的成就，可以。然后这么一提，师门技能，160的龙父了，嘿嘿，160龙父跟150龙父就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啊，就可以摆38000了。之前阿雄一直摆的都是19000、24000，摆了很久了，我全部搞好了啊，拢共。从150的技能蜕变成160，花费2亿啊，刚好。囊兽，我们修也点的差不多了，法修已经达到12，防御10，明天把抗点到10，烈点到10，攻修再点几点，就是渡劫的修炼了。马上要开始帮账了，我们进去打帮账。这里的复活药才12500一个，我们来批发一点啊，一会儿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痛苦。要不仙灵店铺贵了一倍呢。有点气到我了，我带了这么多药，然后对面就10个人，帮仗也没得打了。怀念呀，兄弟们，你看养生帮人多多，91个人，对面61，想早点回去了，在这边修点够就回去了啊。
抱一下呀，我的哥，不会抱啊。刚刚那一队打过了，这个是个和尚，他无限在那舍身，他让了阿强一拳了，他跑了，就剩一个和尚一直在那舍。哎呦，兄弟们，我就说怎么个会打不过呢？我带着五孔武器，武器都没换，我就说嘛，你看，法伤瞬间上来了，现在429，你看498，我们的帮仗结束了啊。龙宫得了500万经验，27.5万游戏币，哇，给那么多，还给了个炼妖石，来，给哥115，85，你他妈看不起哪个？